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This is Luna. Hi guys, this is Blair. 欢迎大家收听早安英文。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最近啊，江浙沪独生女突然成为了最让人羡慕的顶配人设了。They live well and are loved by the whole family. If they need something, their parents just try hard to give it to them. Right. Surrendered to the severe employment pressure,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choose to go back to their parents. 其实有点啃老的意味啊、right. 但是原生家庭爸妈对子女的付出，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人最大的底气了。Exactly. 但即便是啊，像我们说的回老家躺平了、这江浙沪独生女这个标签呢，其实还带有某种独立女性的意味了。 Actually, they are well educated and well informed. Right, 都是全家全力以赴培养的啊。那国内卷不过就直接送出国了。It looks like all their parents want is for them to be happy. 父母也不指望他们能养家，只要开心快乐就好了。No wonder so many netizens wish to live their life.那现在网上搜索江浙沪独生女啊，跳出来的都是各地网友玩梗式的发愿帖。I can truly understand them. So today, let's talk about this topic. That would be great. 首先，独生子女呢，是中国一个时代的特色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the only child 来表示。I am an only child. 是不是跟我同龄的大都是独生子女？我不是、啊。The only child can receive all the attention from parents. 那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江浙沪家庭啊、父母在独生子和独生女成长当中倾注的心血啊，就没有这种男女差异。没错，尤其是江浙沪的父母啊，他们这个经商的基因呢，让他们对于现在读书考公这种所谓的主流上升渠道啊，其实并没有那么执着。人早给孩子铺好了道路了。So as their kids, they just got a free ride. 做他们的孩子就是可以轻�ing松松的坐享其成。Right. A free ride is an opportunity or advantage that someone gets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to deserve it. A free ride, 这个短语的含义啊，在这里可不是免费乘车。正确的含义呢，它指的是那些白白可以得到的东西。就可以用来表示坐享其成这个含义啊。可以搭配动词 get 或者 take 来使用。For example, you're taking a free ride living with your parents. You don't even have to pay rent. 很多和父母一起住的啊，那也算是不用交房租，坐享其成了。那就提到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富养了哈。这个富养呢，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如果真的只是一味的溺爱啊，恐怕就只能养成公主病了。Like if you spoil your daughters, you run the risk of causing them to develop princess syndrome at an early age. Right, princess 是公主的意思、syndrome 啊是综合征的意思。所以连在一起 Princess Syndrome、就可以表示公主病、这个意思。其实还有一种稍微俏皮一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 Daddy's little princess。 不过这种说法呢，好像还带有一点这个父爱的宠溺了、就爸爸宠女儿，妈妈宠儿子啊、就好像这也是普遍的现象了、英文当中呢，被妈妈极度保护宠爱的男孩一般都叫做 Mama's boy 或者 Mommy's boy、有点中文当中妈宝 男对、They just do whatever their mother tells them to do。但是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啊，这样的人设可以说是人没有公主病，只有这个公主命啊。所以有人说呢，他们一生的关键词就是顺遂。对，这是大多数人追求的最基本但也是最高的生活标准了。人生顺遂可以直接说 easy life、过着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可以搭配live, like she's definitely living the easy life, 就是江浙沪独生女的人生写照了。没错，那可能他们的爸妈唯一担心的就是这女儿嫁错了人。这让我想到那个消失的她啊、没错，应该大部分网友看过啊、那也有网友调侃说这是江浙沪独生女的恋爱警示片儿、就观众朋友们也看不得啊，就这种女孩嫁给凤凰男就扶贫。没错，这凤凰男的经历啊就正相反了。他们呢大多数出身贫穷，而且能全靠自己的打拼获得了成功了。那想要表达凤凰男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借鉴英文当中的 self-made man. It refers to individuals
whose success lay within the individuals themselves, not with outside conditions. 像白手起家的人我们就可以说 He is a self-made man who started his own business from scratch. Self-made man、啊、一般还侧重指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没错，所以呢这个凤凰男的含义啊，如果还有另外的表达呢，我们也可以借助安徒生童话里的这个丑小鸭来表达，叫做 ugly duckling. For example, when he was young, he was an ugly duckling, but now he become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意思就是小时候呀哎、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丑小鸭吗但是现在、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了那这个表达其实还是肯定了他们的努力和潜力的、嗯、但是江浙沪爸妈有自己的婚恋标准啊，一定得是他们认为的门当户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不能是外地的、对那这里的门当户对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用 suitable match 来表达嗯 suitable 表示适当的相配的、嗯、match 做名词呢可以指相配的人或者物那以及婚姻配偶 so suitable match 就可以指门当户对的人或者婚姻、嗯、her parents must find her a suitable match 挑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啊，也是这些父母认为的是自己的责任了没错那这是哎门当户对的对象啊，如果我们要表达门当户对的婚姻，其实也可以直接说 suitable marriage 也是可以的。For example, my parents approved of my suitable marriage. 对啊，所以父母庇护的越多，管的就越具体。没错，那这也是江浙沪独生女这个人设下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Right, so we also encourage girls to cast off shackles and become what they want to be. 当然了，家庭背景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啊，但是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还是可以努力争取的 That's right 顺遂的人生也还是要付出其他东西的、啊、没错 OK, this is all about our today's podcast And welcome to join our discussion in the comment area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his is Blair This is Leona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